这几年重庆水上乐园发展得非常快，一些小规模的乐园已经难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，因此建议客户的投资最好要稍具规模，大尺寸的支架泳池容纳更多游客的同时，也给游客们提供了更广的活动空间，带来更好的体验。想了解新品产品，也可以关注后续的作品。